来，浪迹舞者啊，感觉他服装没有很棒哎、欸，我刚忘记看服装了啊。游戏哦，你光忙，你更忙吧？你光打那三十场，你又要打王，你又要，哇哦，哇，超棒了，好不好？我刚刚竟然说不棒，哇哦，这个舞娘，哎、欸，还不错哎、欸，有没有其他造型可以看？哇哦，有没有看其他造型？我刚刚忘了看公诗人那个诗人的其他造型。哦，这个反而啊，这一般般。这反而比较，这个反而露出度比较大。二之进阶二转反而还好，对吧？舞娘反而比较棒哎，但浪迹舞者更棒。哇哦，他本身如果再当装个翅膀会怎样？他没有翅膀，我帮他装。哇，这个也太，我总觉得好像玩不同游戏一样，这样这个就不好看了，这个也不好看了。他本身就不能装翅膀哎，哇，有够华丽，来吧。我们重新开始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上身体综合能力上升，使鞭子类武器提高攻击力啊，反正就是攻击力就对了。然后，其实一样啊，对啊。我只想看舞摇一下，来啦，能量节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全部给大家看上去，然后是总体范围嘛，一整坨的，然后打300滴，然后惊声尖叫是什么啊？四米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45%晕眩哦，也是 PK 在用的技能。丑陋之舞就是练功用的技能啊，然后是哼唱之音，演奏期间对6米范围内最终误穿500点误伤附加。哇靠，这个不错哎，这比那个好多了，真的。顺便一起比较一下，这比那个刺客的黄昏好多了，对吧？直接加30%最终误穿哎。月光小乐曲。独奏技能啊，一样，没有不一样，让6米范围内的增加哦，全部增加30%，也是增伤，不过只能选一招而已啦，也还好。然后再来是独奏合奏技能，再来是合奏邀请，有了，我等一下可以来看一下。然后战鼓震天一样，这两个技能就一样，我们大家来看一下真正的合奏是长怎样，经验值倍增，然后随机应变，好。看第二次比较简单一点，因为大致上一样。好啦，看妹子跳吧。先看基本的就好。好，先看这点，然后合奏等一下再看。首先是鞭子。哦，他就没有那个吵死人的声音了。哦，突然觉得很 S 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就一样，这两招是一样的。然后再来是惊声尖叫啊，一样。那如果要讲的话是丑陋之舞。不丑啊，这丑陋之舞一点都不丑啊，超棒的。可是我现在先关掉。好，丑陋之舞也看完了，就是第二招剑雨嘛。再是增加误穿的，不丑啊，他的舞蹈好像都一样，同一套哎。啊，我先把音乐关掉了，他的音乐有点大声，他的音乐都还不错听啊。只不过到时候如果你练功的话，这样子会吵死，真的。真的会吵死。好，然后再来是月光小夜曲。月光小夜曲是啊，增伤、感觉就一般般。好，来哦，我们来看合奏。战鼓震天，经验值倍增。好 ，OK， 我把我的本杖拿进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这次没有学吗？我学，我学了。队伍中必须学习合奏邀请。我有学啊。我要先选他。我就被强制合奏了。我要先点人家。然后我先把技能连一点，然后按下去。可是这时候两只都不能动啊，可以啊，还是可以啊，我只要选那招技能就可以了。按灯，换一个，这是真的。
这就是真的了，这就是真的了。可是这样的话，我就要浪费掉两只技能，两只角色，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的话，还是个别合奏啊，个别比较好。一个放这个，一个放这个。其实两个人，我们场上有两个人的话，就可以这样子放啊。对啊，我觉得没必要。空气吉他，真的吗？欸，真的欸。欸，先生，我的吉他嘞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如果是我分身，我的本帐放的话呢？我的本帐，我放一下，他也会跟着跳，他就啊、哦，他就被强制放技能哦。一会救一下，好好好好好，你先拿去。就那我这个时候可以零级变，可以，他可以跑掉啊？没有，他就会中断哦。那就一样，一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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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吧。再来是用上，哎、欸，我这边都看完了嘛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啦，还蛮快的，至少这个角色快多了，快多了。哦，对啊，欸、我刚刚拿去变性了，我刚拿去测变性，因为想说我要先转十人，我不能先变性，不然我那只想要变性。好，再来是奥义剑乱舞，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啦，只不过我们就还是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一样。他没有那个能力，我们还是要先洗一下，他不够。乱按合作会，绝对会，绝对会，绝对会。欸、他的争议比较少、欸，智力争议是400%、欸，敏捷争议只有200%、欸。对啊，智力争议400%、欸，所以除非他的系数比较高啊。那这个奥义剑乱舞是720%，这个奥义剑乱舞也是720%。哎、欸，那这样的话感觉有点亏、欸。对啊，剑雨风狂风剑雨，演奏课程，然后聚合音符，本来就增加伤害的。女神之吻，哦，暴击附加，哎，哦，加伤害就对。勿忘我是极速，这也是没有还好。不要拘束我，诗人跟舞娘合奏后生效，无需再保持活动，还可以自由自移动并攻击，哦，也可以攻击，但是不能使用和独奏技能，哦。雄壮回声，然后再是媚眼，物理攻击使其魅惑状态，玄妙将以2%的速度朝每以2的移动速度朝自身移动、哦、就是有点像伊芙琳的那一招，然后永远的混沌一样，然后不死，哎，这个都一模一样，然后恢复这个也一样，这个都是一样，就是不留吗？应该不会留，哎，这次不会留，这次不会留，但是我会自己把它截取下来，对，我会截取下来。最后买猴糖吗？我现在买一下。我先买一下，我先买一下。喉糖，喉糖。奥义剑乱舞，狂风剑雨，女神之吻，勿忘我，雄壮回响，媚眼。这样，这三招等一下，反正这几招是一样的。好，看一下。哦，他 CD 是多久啊？这个感觉没有像电脑那么爽、欸，电脑是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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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3秒钟打一发哦，所以 CD 还是要高，那就一样。哇，那其实转舞娘也可以嘛。其实转舞娘也蛮香的，对吧？这是什么？女神之吻。欸、我觉得她的能力都差不多，她的跳舞都差不多。哎，爆伤附加，死率30%。然后再来是啊，忘记写那个临机应变，随机应变。勿忘我是加急速。欸、可是我觉得他的跳舞有点不知道什么，有点小失落。觉得他跳舞的动作怎么就就这样子而已。然后是不要拘束我，雄壮回响，看一下。欸，他不是说雄壮回响是合奏技能吗？合唱技能吗？所以我可以练习舞蹈没点，有啊，我点。所以我可以先找。这个
然后我再放这个雄壮回响，干要等很久哎，等超久，等一下吧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，这是超越合唱距离，所以我们两个一起看下去。哎，它不是合奏吗？没有哎，对啊，可以先上，炼狱不能上啊，炼狱我才不会上，炼狱不会上，炼狱不会上。对啊，他不是说合唱技能吗？结果，哎，他的合唱的意思应该指的是这个部分吧？对吧？看到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再来是最后的两招，也是一样的技能，就是咱们的，哎，魅眼看那个魅眼，永远的混沌，不死，跟这个这三招应该就一样了。看一下，魅眼，哎，就这样。目标未学习，靠背，我也要学才可以哦。永远的混沌，哦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动。可是我这时候我的本杖没有学，它就不能动。哦，哦，鞭子普攻还是？哎，对，我没看鞭子普攻，哎，看一下。普攻啊，普攻，这有点 S 哎，怎么办？而且他本身又是点敏捷的，他本身又是点敏捷的。如果他敏捷够高的话，他普攻就会超快，就会变成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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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感觉，嘿，真的蛮 S 的，真的蛮 S 的。等一下，他也没有加速了，有快一点点。那舞娘也不错哎。对啊，舞娘也不错，舞娘也不错，对吧、啊？如果你敏捷够高的话，边距离哦，都距离啊，可是它距离蛮短的啦，距离蛮短的，就有应该是法师的距离吧，对吧、啊？法师的距离吧，这在业界来说是一种，我先不要合奏啊，我先离开，这个时候我还可以合奏吗？不行，我要靠近才可以合奏哎，我可以取消合奏邀请吗？魔女是 好，合奏解除，我这个时候就不能放了。然后我们要先放，没有，我就自己放这个就好了。就两个人放这个，我觉得才是最佳解。对啊，两个人放这个，我觉得才是最佳解。不要合奏，因为我觉得合奏这样不是很好，对吧、啊？你就只能取一个能力而已，那你不如两个都放这个，两个都7.5等，对吧、啊？我可以同时这个又同时这个。对啊，香多了，我为什么要只取一个？对吧、啊？又没差多少，对吧、啊？苍蝇吧，苍蝇不会加，苍蝇会加吗？会吗？会吗？使用长弓或短弓时不会。哦，使用鞭子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使用鞭子，哎、欸、有提升2米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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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哎、欸，哇哦！等一下，所以可是使用鞭子的话就没有这个效果嘞、欸，哎、欸，有吗？自身它是句号哦，看一下，没有哎、欸，使用鞭子就没有这个效果哎、欸，哇，干，好想转哦，怎么办？哇，怎么那么香啊？哇啊，可是就练功而已啊，我还是秒伤派的，然后边走边长，边走边长，边走边长，有长那么一点点，对吧、啊？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再来，好，这边看完，那再来是下面的东西，哎、欸，其实技能是一样的、欸，对吧、啊？其实这两个，它就只是分两个职业而已啊。他们整体的技能是一样的，不过一个是敏捷，一个是智力。对对对对对。可是敏捷跟智力到底哪个好？其实硬要讲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智力会比较好，对吧？因为这只角色你用敏捷，你又不会普攻，对吧？所以你还是用那个智力，你至少你打完还可以有魔防，对吧？补魔技能有补血啦，好像没有补魔，对吧？自身会补魔啊，自身会补魔，自身会补魔。命运的塔罗牌，回歌，回归之歌，回圈自然之声，余音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这一只还是额外分成一只，只不过这一只就会比较过分一点点，因为内容都是一样的。对啊，那我会觉得诗人还是比较舒服欸。那敏捷的话，就可能打怪会 miss，大概就这样，就是怪物会 miss。可是其实他们都不用担心自己打怪会不会 miss 啊，因为本身都是放技能在打怪的，对吧？所以我用敏捷普攻平 A 那边都吃不到啊，都没有意义啊，因为我没有命中啊，
对啊，这样算好吗？对啊，诗人舞娘就是有爱漂亮这样子，有爱又漂亮，好吧，来，把这边该弄的弄了。现在说完了吗？现在还没事。嗨，Dody，还没啦，我今天这个弄完我才会关。今天这个更新要把该弄的都看完。回圈之声，然后是安眠曲，然后再是与狼共舞。哎，这个我就觉得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啊。来吧，我们还是要把它全部看完。首先是第一个金属摇滚，这个是恐惧嘛，对不对？刚刚看到是会让，哎，没有，哎，它就只是单纯的伤害而已，就这样。哦，晕眩啊，晕眩啊，晕眩啊。然后再是震动领域，哦，一样的技能。然后这是瞬间移动，哎，傀儡的法师。干，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弹弓神影还快，这个比修罗的技能还快。等一下，呵呵，是不是错了？命运的塔罗牌，逆命。现在是几层？六层，反正就随便放。你打架的时候就放，对吧？反正还放得很快。然后再来是回归之歌，哦，复活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复活是怎么样。OK，来哦，看一下哦，48。他这个跳舞其实有一点小出戏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小小的出戏，干。哎，这个复活真的是 我觉得舞娘她最漂亮的就是站着，她的任何动作都怪怪的，真的她的任何动作都怪怪的。干，我要等30秒，算了，因为这只没有灵巧，这只 CD 太低了。我们等一下再放一次，没有的话我就看下一招了，无所谓了。再一次，没有就算了。哎 欸，你也太久了吧！好，算了，我跟你讲，我 我摇了那边10秒钟，完全没有用，完全没有用。鞭子也是给级数，对，鞭子也是给级数，鞭子也是给级数，但是你本身又是点敏捷，所以他们就是不是追求秒伤啊，他们真的不是追求秒伤啊，所以才给你那么高的那个，给你有3招电攻的技能啊，对啊，他们不追求秒伤。这一招什么？这一招是补血的吧？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对吧？每3秒补血。OK，那再来是雇佣个啥？对啊，就好玩而已啦，不能当做是必备的技能，对吧？但是可以放。他本身跳舞，然后又会有一个跳舞，这个跳舞就好多了啊！为什么这个角色跳舞可以那么丑？如果他跳舞是这样就好了，不懂哎、欸，不懂。刚刚是什么？睡眠哦，睡眠歌，睡眠歌。好，先来一下。对，他就是真的完全爆了，可他给的 buff 也很强啊。又是这一招，看 这招到底三小啦？好啦，结束啦。舞娘的全部很像都做完了，然后他的最后的弓箭、最后的武器，我们也看一下。我们也来看一下，来吧，装备双手。好了，你觉得这只怎么样呢？哎，我是觉得还不错啦。它是水鼠哎、欸。我觉得舞娘跟诗人他们定位是一样的，可是我舞娘比较正，可是舞娘的能力给的就很怪，对啊，给的就如果他们都是智力就好了，因为他敏捷跟智力硬要比的话，我还是会选智力啊，大家应该都会选智力吧，对啊，大家应该都会选智力，比较不会选敏捷。OK，好了，舞娘就这样，真的是漂亮啊，真的是漂亮，真的是漂亮。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现在直播到晚上9点下来，不会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没有看影踪。我忘记看影装啊，sorry，还好还好，继续，来，那还可以，东哥没事，你还可以再一下，可是这边一下子而已啊，老实说，你可以先准备了，敏捷应该还是敏，对吧、啊？舞娘还是敏啊，那都主敏了，主敏复灵巧，然后物防，然后物理攻击、急速、误伤、物理吸血、冲外抵抗一样，然后丑陋之舞获得六，我觉得两个是一样的、欸，真的是两个勿忘我，哎、欸，不太一样啊，这个是那个误穿的那一招。技能降低就是防御，使勿忘我的技能最终伤害降低，防御，然后能量解牌一样，然后是月光小乐曲，效果提升7%。我看月光小乐曲是什么东西？月光小夜曲是哦，增加30%。哎，其实我可以，我好像也可以把福尔转舞娘。对啊，反正现在复活这么痛苦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把福尔转舞娘，这样打怪的话也会更香，对啊，很像也不是说不行哦。好了，我再思考一下，对吧？
然后再是投残舰投掷，额外提升最高14%，五传提升17秒钟最高叠3层，使队友的所有技能伤害额外提高28%，2.8%。哼唱之音，哼唱之音又是什么？哼唱之音，哼唱之音。哦，哦，这才是那个，那丑陋之舞。嗯，那我很刚好看错。好，反正这些都是要点的，就对。那感觉选几招就好了，对吧、啊？选几招就好了，根本不用选，因为很多东西都不能一起用。啊，你基本上在用的就那几招，你就用不同的那个配点就可以了。不同的那个叫什么方案呢、啊？不同的方案就可以了。残剑投掷最高14%。战鼓震天时，队伍成员的所有技能提高5.6%。合奏双方技能之和哦，就是加攻击的那个，对，加攻击的那个。好，再来是永远的混沌，额外使队友的最终物伤提高，这是防御的那一招嘛，对不对？还是60%那一招，应该是防御的那一招，对吧？然后再来是奥义剑乱舞，真的觉得这招还好，就是那个，我觉得它的效果动画效果蛮烂的。每次伤害同时降低目标体质，降低1.68自身敏捷，最高叠4层体质。欸，不是诗人比较香吗？诗人比较香啊，但是舞娘比较棒啊。就是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辅助的职位的话，但是如果你说你要我要用诗人还是舞娘来练功的话，我当然会选诗人。但是如果你今天要一只辅助职业的话，其实诗人、舞娘跟诗人是一样的啦，对吧、啊？我就可以他，然后跟着本杖去练功这样子，而且他给的 buff 也很强，而且他给的 buff 真的是仅次于铁匠诶，对吧、啊？铁匠可能还没有他给的攻击高哦，真的，他的攻击真的是好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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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死女神之吻，对吧、啊？这样的话，我蛮想要让福尔转这一只嘞，对吧、啊？震动领域哦，有伤害晕眩。晕眩呢、欸？哇，这个引用比较好哎、欸。对啊，刚刚那个是黑暗，黑暗就没什么用。雄壮回声，目标陷入沉默，这个是一样的。箭雨风暴，这个是一样的。狂暴风雨啊，狂风暴雨，回圈自然之身，生命值恢复最大0.2%，最多说触发2次。诺还没有这个就很强，有这个就很弱。然后再来是气灵是黑暗抗性一样，然后再来是。额外的效果，每次受到伤害时提高自身 PVP，最终伤害减免3%，可叠6层。这个是补血那一招，还是最大生命？其实我已经有点忘记了，它技能都有点像。与狼共舞产生力竭的效果中，每秒损失在更高。哎，觉得这是打架在用的。然后使安息摇篮曲造成睡眠效果无视目标28%的睡眠抗性，睡眠效果下的敌人受到伤害时有15%的几率不会减少层数。我就一样，就是你可以打更多下。我直接去买了4万多，恭喜可以组了。好啦，那我这边舞娘也结束了，应该是看光了。我觉得没有任何东西了，还是我有东西有错过的？我觉得我应该没有了。